走进这房间，仿佛来到玩具博物馆，架子上摆满了各种玩偶。这里是本地玩偶设计师丹妞玉于文杰的房间兼工作室。这些都是我收藏的玩具，一部分是我喜欢的艺术家跟动漫作品，那另一部分就是我自己创作跟设计的作品。从小到现在，玩具一直是在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我最喜欢的玩具就是一个忍者龟的角色，它叫 Pizza Face。 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孩子的玩具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雕得非常细节，我超喜欢。现年36岁的于文杰当全职玩偶设计师已经有7年了。他打从中学开始就尝试将买来的玩偶进行改造。我第一个修改的玩具是一个穿面具的一个系列。我一开始的时候想要知道哪一种材料来上色，要知道哪一种粘土来雕模，根本不知道怎样雕模。这些都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问题。到目前为止，于文杰设计了约20多种不同角色、款式及风格的玩偶，他们都取材自童话传说、潮流文化和经典文化。我觉得我的公仔一部分是有一点奇怪，有一点恐怖，也有一点幽默，全部都是掺在一起的。成为全职玩偶设计师后，于文杰主要花时间在构思和设计上，比较复杂的制作程序则委托工厂代劳。玩偶市场竞争激烈，要吸引买家的眼球，玩偶必须独具一格。如果要创作一个全新的角色，平均需要6到8个月。雕模是最难跟我最喜欢的部分，能够从无到有。我觉得创作一个东西令人非常有成就感。于文杰说，喜欢他的作品的买家多数来自欧美国家，但是近年来他也开始获得亚太地区玩偶迷的关注，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开心。其实他通过创作玩偶，不止认识了许多同道中人，还收获了一段甜蜜的爱情。那你到时候会帮他雕那个后面的皮什么的吗？不要，我还不知道要雕帽子。Daniel 于文杰的女朋友，现年38岁的 Fanny 高银山，来自台湾，她也是一名全职玩偶设计师。两人是在2003年台湾举行的一个玩具展上认识的。不喜欢他制作的玩具啊，他的玩具跟我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很吸引人。一样都是华人，可是你从小看的卡通不一样，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。目前因冠病疫情，只能谈远距离恋爱。他们曾经在2015年首次携手合作，将两人玩偶的特色融为一体。比如说那个他的太空人僵尸嘛，这样子，很多人觉得哎呦怎么这么恐怖或什么的。不然就是后来我们就发现换了一下我的刺猬的头啊，像这样，那就变得可爱这样。我们必须把不同的风格融合在一起。比如说我通常用的颜色是比较深，但是 Fanny 的偏可爱的，所以我必须要用比较明亮可爱的颜色。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挑战，我们也觉得很满意。于文杰制作的玩偶除了通过网上售卖，也摆放在福南购物中心的一间玩具专卖店里出售。不同款式风格的玩偶售价也不一样，从大众化的30元到高端的1000多元都有。
店主陈东红在十年前认识余文杰，对他的作品风格印象深刻，因此开店后便邀请他把玩偶放在店里寄卖。Daniel 本身的风格是独具一格的，而他的作品本身不只是很表面的，如果你深思去探讨的时候，是有一些构思跟想法的。几年下来，余文杰在海内外已建立起名气，他的作品还曾多次受邀参加海外知名展览会，这让他觉得自己这些年来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。这几年来我参加了不少展览，除了新加坡之外，我还有去台湾、日本、泰国、韩国、菲律宾跟欧美国。而当中最让他难忘的一次经验，是在2018年受邀为新加坡旅游局设计玩偶。2018年，这个艺廊联络了我，他们是跟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，想要把我的角色创作成充气雕像。我们最后选了我的舞龙舞狮的角色。我从小的时候一直对舞龙舞狮很入迷的，一直都是很想要把他们做成公仔。能够用我的角色来让世界不同国家的人认识新加坡文化，我觉得非常荣幸。余文杰从没想过自己能把兴趣当成工作，而他更没想到的是能通过创作跟全世界连接。当一名全职的艺术家，我觉得意义重大。我能够拥有自由的去创作我喜欢跟想要的东西，还可以靠这个来生活，我非常满足。长远看的话，我老的时候希望还能够自由的继续创作东西。